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我们可以在空中一起相会，来思考研究《哥罗西书》这一卷美妙的经卷。我是吴龙厨牧师，《哥罗西书在》在新月圣经里面，相传我们都知道是保罗所写。然后呢，在这卷书卷里面发生了很多重要的真理，我们会用十次的时间。 把这卷书做一个的解释，不只是分十次，在每一次结束的时候呢，我们也能够归纳一下，在读圣经、在解释圣经的过程中，有一些事经的要领，也会在每一次的结束之前和大家分享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就开始第一次的分享。这段经文是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一到二节。 是全书的引言，我先把经文读给各位听。这里说：“奉上帝旨意，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，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，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。”言简意赅，就把作者还有收信人一语道破了。那么这里呢，作者提到保罗，也提到提摩太。 啊、呃，提摩太非常可能就是保罗的代笔人，保罗口述，然后呢，提摩太把它写下来。所以在这一个过程中啊，给我们看见，在哥罗西的教会，虽然在保罗能找到的历史记录里面，他没有到过这个教会，但是他仍然侍奉这个教会，为什么呢？ 在这节经文里面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那就是这里说给在哥罗西的圣徒，不过他们也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，在哥罗西和在基督里这两个是一个非常平行的说法。那么在一个短语之中前后出现，让读的人、听的人很容易联想。 其实保罗在这里是一个对比，这个对比说什么呢？虽然这群收信人就是哥罗西教会，位置在基督啊，在哥罗西，但是呢，其实，在信仰中，他们也在基督中，因此，在基督里的弟兄，所以保罗就可以关心教导他们。那么。 在这个教导之中呢，保罗在第二节就称呼他们是有忠心的弟兄。忠心这个词不只是指忠心耿耿，其实含义更加广阔，是指他们坚持信仰，忠于主。那么这个主题在哥罗西信里面呢、啊、一再的表达出来，在以后的经文里面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：如何坚持信仰。 成为忠信的人，然后呢？保罗就继续问安，愿恩惠平安从上帝，我们的父，归于你们。我们的父这个词汇也值得我们深思的，因为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强调所在，就是背后有一个盟约的观念。这位父不是别人的父，是我们的父，表示一个相属的关系。 这个盟约的观念，其实在整卷书里面也非常重要，贯彻这卷书的重要真理。接下来呢，保罗在第三节到第八节就发出了一个感恩的这个记录和词句，他说：“我们感谢上帝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。我们感谢。” 我们感谢，不是我，是我们。当然，作者是两个人呐、啊，不只是他和提摩太。下面又提到以巴佛，所以这是一个团队的侍奉。那么，感谢上帝在这里呢，又多了一个描写了。这位上帝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。刚刚才讲这位上帝是我们的父，现在说。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，这个盟约关系啊，就给我们看见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和上帝就成为一个盟约和相属的关系。那耶稣基督成为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保，成为这一个基业的传达人。这个观念在后面的书信。 不断的发出来，可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点。那么，从第三到第八节里面，这个我们所带出来的团队就为哥罗西教会感恩。为什么感恩呢？他说：“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，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有信心，有爱心。” 这两个重要的基督徒的信仰真理和根基，一开始就提出来了。哥罗西教会有信心跟从主，有爱心和弟兄姐妹相处，这是非常好的见证。接着书信又说，第五节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，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。 在福音真道的道上所听见的信心、爱心，加上盼望，那么信望爱的主题在这里一下子就讲清楚了。这个盼望呢，是从天上来的，可见从天上来的盼望，就产生了与人的爱心，也产生了对上帝的信心。 这是信仰一以贯之的彼此的关系，在哥罗西书，他们虽然面对许多信仰的挑战，以后我们就会逐一的整理和发现，到底他们遇到什么挑战。但是在这个挑战之中，他们仍然存着天上的盼望，而带出地上与众人爱心的表达，也是带出。 对天上这位上帝信心的跟随，那么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见证，不只是保罗和哥罗西教会之间的关系。后面就讲到保罗和哥罗西这种生命交往的历程啊，在第六节说也传到普天之下，也就是说哥罗西教会的。 这一个生命见证，不只是止于保罗和他们之间，这个美好见证也传到普天之下。这个普天之下的见证是怎么产生的呢？怎么让更多人知道呢？下面保罗就提到一个童工了。这个童工在第七节说：“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、一同做仆人的。” 以巴佛所学的，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指示，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。意思就是说，福音传到你们那边，不只传到你那边，也传到普天之下。然后呢，福音怎么传来的呢？虽然保罗自己没到过哥罗西教会，但是他的同工。 以巴佛与保罗一起在福音的事上同工，以巴佛到把福音传到哥罗西教会了，于是这个教会领受了这个福音真理之后，就开始转变。这个的转变成为一个见证，这个见证就是得到天上的盼望，带出对地上人群的爱心，以及对天上上帝的信从。 那么这个盼望给我们看见的产生呢，是因为有一位童工将福音传过去，这个实在是给我们今天的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，那就是一起侍奉必须要有福音的媒介，以巴佛成了一位美好的福音媒介，也把哥罗西教会生命的转变。 传达回来给保罗，因为第八节说：“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，告诉了我们。”信仰不只是要有正确的教义和真理，信仰是生命的见证。这种生命的见证可以彼此激励，彼此激荡。于是，听见这个见证的人就心存感恩。 保罗和提摩太就为这个教会感恩，这是一个何等美好的关系！而这个关系在这封书信一开始就表达出来了。好了，这段经文呢，基本上不是太困难的经文。不过，在结束今天的段落之前呢，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释经的很重要的观念。 那么我们姑且叫它做释经小百科好了。在每一次课程中结束之前，我们都会分享一项释经小百科。所以到了第十课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十样释经小百科。这个的目的呢，不只是让我们了解《哥罗西书》，也希望借着这个释经上的认知啊，应用在其他的经文。 其他的书卷，好，那么释经小百科是什么呢？对今天的经文而言，我们提出一个重要的释经原则，那就是在新约书信的开头，经常就把整卷书信的重点在开头就已经提纲挈领、开宗明义的，在开头几节里面就交代清楚了。哥罗西书这卷书也不例外。 譬如，刚刚我们讲了，在哥罗西和在基督里这个平行的关系，已经看见，在这卷书里面要探讨的是心灵中与基督相合的这个真理了。第二，我们也讲到，这里提到忠心的弟兄，那么忠心呢，不只是忠心耿耿，正如我们刚刚说的，这里是指忠诚。 这里是指信心的坚固，对主忠诚，信心坚固，正是后面哥罗西书要教导的，面对异端的时候，信徒应该要有的表达和生命的见证。那么这个主题一开始又提出来了。第三，这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盟约的观念，因为。 在书信一开始就称呼我们的父，这是一个盟约。我们与上帝之间这个信仰的建立是有一个相属和盟约的关系的。因着这个盟约，这位慈爱的主、慈爱的上帝一定带领我们走过困境。不止我们与上帝有盟约，一开始又提了，除了我们的父之外，这里还讲。 上帝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，可见我们的父这个盟约关系的建立呢，是透过耶稣基督而来的。那这一个主题在全卷书中是花了很多的功夫去解释，也花了很多功夫去阐明的，那就是在基督里面怎么样得到天上的基业。 怎么样靠基督胜过异端邪说等等，后面就会不断的不断的来阐明这个真理。但是，一开始书信已经提纲挈领的把这个重点标示出来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譬如信心、爱心、盼望这个重要主题，在书信的开始已经提到信心。 爱心盼望当然是后面要谈的重要主题。面对异端的时候，人应该用什么样的属灵的数值去面对？这里又提出来了。最后一点就是给我们看见，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团队侍奉的榜样。在一开始就提到保罗和提摩太一同写书，然后呢？ 以巴佛负责把这封书信带到哥罗西，啊，然后呢，之前也把福音传给哥罗西，也把哥罗西教会的消息带回来，成为一个媒介。这些的团队侍奉在哥罗西中，在后面的经文非常多提到，不只是刚刚提到的保罗、提摩太。 以巴佛后面还列出许多其他的童工，而每一个童工在这封书信里面扮演的角色，都是使得福音广传的关键性的角色。今天教会要一起侍奉，我们不可能靠一个人的。大人如同保罗，他都不可能一个人来侍奉主，可见。 在末世中的教会团队是何等重要。今天我在这里露影，不只是我一个人讲，其实在背后我们有一个很庞大的团队，才能够把这个节目制造出来。这就是团队的力量。好了，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整理一下，原来哥罗西书一开始就把全书以后。 要讲的好多重点，就在书信的开始，提纲挈领的提到了。那么这个观察呢，不只是应用在哥罗西书，在新约书信里面，其他的书卷，这个特质也呈现出来。当然，这个特质呢，跟当时的人的书写习惯是非常重要的。不止如此。 我们要了解新约书信呢，也必须要了解当时的一个文化的背景。这个背景是什么呢？在新约时代，保罗的时代，大部分的人都是文盲，也就是说，他们不是字的，所以书信的传达不是靠写作和阅读，而是靠口传的。 换句话说，当保罗写完这封信，提摩太啊帮他这个啊书写出来，然后呢就传给哥罗西教会。到了哥罗西教会呢，是有一个人将这卷书大声的读出来，让会众听的这个的语音的传扬啊，跟我们今天的文化中习惯于的阅读的传扬是很大的不同。 因为用语音的传扬呢，在书写上就必须要注意了。譬如怎么样引起听的人加深印象，那么就会重复主题，这是其中一个。重复之中让听众来学习这个真理，这就是为什么新约书信写作的时候，经常一开始就把。 全卷书的重点做一个开宗明义的介绍，因为一开始就把这些重点提出来，慢慢在后面继续把每一个重点阐明。这样的做法是会让听的人更加注意，听的人加深印象。那么，要了解新约的写作这一点的文化层面的认知。 非常重要。那当然，在书信里面，原来的写作文字是希腊文，那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认识希腊文。因着不同的语言，就有不同的读音。那么，好多书信里面的字眼是押韵的，啊，来到中文的翻译，这个押韵就消失了。不过， 到合适的时候，也许我们也可以提醒一下。不管如何，在写书信的过程中，作者是预备着这封书信是要读出来的。有了这个的准备的话呢，那么好多对解释圣经的一些困难呢、啊，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角度切入，得到一个新的观点、新的角度去解释。好了，无论如何。 在第一堂的这个信息里面，我们已经看见哥罗西书第一个段落，这个段落是全书的引言。在这个引言里面，我们看见保罗不只是有问安，不只是有感谢，其实他已经提纲挈领把全卷书讲清楚了。当然呢、啊，讲清楚不是就此停住，而是我们作为一个。 好像当年的听众，我们期待着他继续的发扬光大，继续的把这个真理在这个大纲之下逐渐的阐扬清楚。那么，我们也让我们也存着这个心，好像坐在哥罗西教会的听众一样，我们也在等待下面是什么呢？当我们有这个等候的心情，我们就更迫切的。 来认知全卷书写作的整体性，愿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读新约书信的时候有一个正确的入门的手法。这个手法，再次强调《四经小百科》第一课，那就是在新约的书信的开头，经常将全书全本书的重要主题开宗明义，提纲挈领。 介绍给当时的收信人，收信人就是听人家念出书信的听众，因着这个语言上的传递，听众在那里等待着刚刚提过的重点，怎么样继续深入的、广泛的、全面的来阐明？求主也让我们有这个心，等待着。 下面的经文是如何阐明的？不用紧张，我们会有以下九课的时间继续来把重要的内容一一跟各位介绍。愿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、上帝真道之中得着当年真理的传递，也得着今天作为末世教会的一员，我们可以按照真理。 与主同行，同奔天路。记得不是一个人，我们是一个团队。愿神祝福你，平安。